所以 gado gado 是印尼的 sauce 吗？像 ketchup 一样吗？还是它就是一个沙拉？它可以说是一个沙拉。嗯哼，那因为我看它的那个酱，那个 sauce 都是这个颜色，是，所以也有这个酱，是不是？还是 you can change the 嗯，sauce，每你个可卡以丢换。卡丢都有那个 sauce 老师。哦，我懂了，好。哦，我没吃过芋平，哦，看起来很特别，嗯，如果去印尼的话，我想吃吃看。好，谢谢天上跟我说。好，你吃过，您吃过炒饭吗？好，来，一样是吗？好，如果你打 NA，然后 plus space，好，那你打的就会有吗这个字。如果你打三声，会是马。很好，我吃过炒饭，嗯，很好，谢谢。来，那我们现在继续看哦。我们刚刚看了这三个字，那我们现在听课文。等一下，请你们帮我说说看，你都懂吗？第三课，你的中文进步了。对话：早，你今天来得真早。是呀，我今天是搭捷运来的。今天的考试你准备了吗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考得不错。你觉得听写很容易吧？是啊，日本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写汉字。我现在也觉得写字不难，因为我在美国念高中的时候就学过了。很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对话，然后开始，请大家说说看哦。好，田中和鲁豫，来，玉萍，你是田中，清秀，你是鲁豫，来，玉萍，请说早。早，你今天来得真早。你 好，有一个是男生的你，有一个是女生的你。好，可是现在在台湾呢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这个字，好，都可以。好，再清秀，请说，是啊。是啊，我今天。是的，搭捷运，嗯哼，捷运，哦，清秀再说一次，搭捷运来的，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刚刚没听到后面，好，我们会说搭捷运，搭，可以说什么？搭车，搭火车，搭公车，搭 Uber。好好，take 什么 vehicle？好，我们在上个星期说了。好，那双元，你是田中，双元，双元在这里，双元是田中，熟龄，你是鲁豫，来，双元，请说，双元，双元不见了，双元，好，没关系。娜雅，娜雅，请说今天的。娜雅。考试，今天的考试，你 prepare 准，记得吗？准备，准备了吗？吗？好，娜雅，one more time，今天的考试你准备了吗？one more time，今天。今天的考试，你先。很好，你准备了吗？很好，来，熟龄，请说准备的。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搞得
不错。嗯哼，你觉得钉鞋很容易吗？容易吧。对，很好。这个容易吧，是我觉得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所以我问你问题，你觉得很容易吧？好，我如果说你觉得很容听写很容易吗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写，可是我说你觉得听写很容易吧？ I feel 我觉得 80% this sentence correct。 我觉得你应该懂听写，你觉得听写很容易，我用吧。如果我用吗，我不知道你。